场战争是白胡子海贼团及其旗下43个附属海贼团与海军七五海联盟之间爆发的自大海贼时代以来最大的战役。这场大战以白胡子与戴斯的战死完结，海军虽然也是损失惨重，但并未伤及根骨，主要战力也没有什么减损。照理说此时应该是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白胡子海贼团彻底斩草除根的最佳时机。不过四皇红发香克斯的登场轻而易举的改变了战国元帅的想法，使其放过了白胡子海贼团余党。绝大多数海米都调笑香克斯的面子果实又一次发挥了逆天的效果。那么事实上香克斯为什么能够轻易阻止海军对白胡子海贼团的追击呢？首先红发海贼团的强大是无容置疑的，而且全员都是最佳状态。红发海贼团毕竟是与白胡子海贼团齐名的存在，哪怕他在四皇中垫底，也不是此种状态下的海军能够强势拿下的。要知道此时海军损失十分惨重，余下士兵状态也十分糟糕，虽然重要战力没有减损，但是大将赤犬重伤，轻质大将也是轻伤状态，作为盟友的鹰眼米霍克更是直接退出，其他七五海明显也会出工不出力。此种状态下的海军面对全盛时期的红发海贼团联合白胡子海贼团残党，即便能够勉强拿下，其损失之惨重也绝难以应付白胡子掀起的又一次大海贼浪潮，这定然不是战国元帅想要看到的结果。其次，白胡子海贼团的核心就是白胡子爱德华纽盖特，失去了纽盖特震慑的白胡子海贼团只会成为人人可以撕咬一口的香饽饽，其结局早就可以预见。而且海军此次大战的目的就是展开对海贼王血脉艾斯的处刑，以震慑众多海贼，既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余下的又不足为虑，已经完全没必要对他们穷追猛打，徒增自己的损失了，更何况还会因此导致海军面对另一个全盛状态下的四皇，还有就是引爆顶上战争的黑胡子海贼团，不但在推进城得到了很多强大的伙伴，更在马林范多夺取了白胡子爱德华纽盖特能够毁灭世界的能力阵阵火石，其威势可以说一时无两。虽然他被红发海贼团暂时惊退，但其难以阻挡的崛起之势已经形成，可以预见他将会成为海军的另一位大敌。而黑胡子地区本身是顶上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因为他才导致了艾斯被海军公开处刑，而且在马林范多他更是直接杀害白胡子的凶手，可以说白胡子海贼团对其的仇恨犹在海军之上。不难推测黑胡子海贼团的崛起必然要面对白胡子海贼团残党的狙击与复仇，通过这点来看，放了白胡子海贼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至少可以阻止一下黑胡子的崛起之势。通过两年后故事中的阐述来看，这点确实起到了作用，了结的一战便是海军最想看到的结果。最后事实上白胡子海贼团余党是早就有机会脱离战场的，不过赤犬最后想要处决的是路飞，白胡子海贼团余党最后也想要守护这个继承了艾斯与白胡子一致的新时代的火种，这才导致了赤犬与白胡子海贼团即将展开的又一次交锋。要知道当时赤犬处死艾斯的时候，卡普已经出离了愤怒，如果不是元帅战国阻止，卡普绝对会对赤犬出手的，更何况这次是对自己的亲孙子出手，那时候估计战国都阻止不了卡普的怒火。海军英雄的称号可不是吹出来的，可是实打实的战绩打出来的，一旦他对重伤状态下的赤犬出手，赤犬的结局我们先不做推测，光是对海军士气的打击也是绝对致命的。而且卡普还是战国的挚友，无论怎么样战国也不会想让卡普看到亲孙子死在自己面前，这也算是一点私心吧。总之战国元帅肯定是考量了多方面的原因，外加上自己的一点私心，才听从了红发香克斯的建议，选择结束了这场战斗。香克斯的面子虽然也是一方面，绝不是最主要的，事实上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海军也是在坚持不下去了，将帅级别意志力坚强还好说，普通海军早已到了崩溃边缘，在面对一个四皇绝难以坚持下去，这也是那些鹰派最终没有选择抗衡元帅命令的原因，战国也是不容易啊。